大家好，我是广式小凤。这个快递呢是小勇寄给我的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小勇寄给我的柿饼，就是我们晒的那个柿饼呢，寄给我叫我跟他直播卖货，说家里面呢太多了忙不过来，然后呢寄了两箱给我，我一箱，然后还有一箱是给我姐的。现在呢我就在这里开播跟他直播卖货，卖得了多少剩多少，等一下直播完了还要给我姐带点过去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小勇家的这个柿饼啊。开始直播了，开始直播了，哎呀刚开播没什么人气，等一下再那个。我们这个柿饼是独立包装的哦，感谢下单的朋友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小勇的这个柿饼，是啊，我回青州了，他这个寄给我的，寄给我叫我帮他卖的。好，打开一个看一下是吧。好，欢迎进来直播间的朋友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小勇这个柿饼，看到没有，糖心的，好多糖啊，好吃，甜甜糯糯的。感谢上单的朋友哟，我来了你就感谢我啊，不用那么激动，来来大姐吃吃吃。哦，我不吃，这是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这个什么东西，这个是小勇寄给我的柿饼，来来来 跟粉丝互动一下。哎，对，这个就是我大姐，还给我搞这一出，要不卖就不喂，给我点面子，这个粉丝在嘞，粉丝在怎么样。好，这个对，这个是小勇给我寄的这个柿饼，一箱满满一箱，鸭不卖，哎，猪不卖呀，自己的哦，还去跟人家卖柿子，你头脑进水了哈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小勇家的太多了，那叫我帮他卖一下，他多关你什么事？欢迎进来直播间的朋友啊，这这个柿饼是小勇家的，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。我跟你说话，你们听到吗？听到了，我在跟粉丝们讲解。开播了，但是你是不是要给他关了？哦，感谢上单的朋友。你听到我说话吗？我说你现在多少点了？要去喂猪？我播一下，刚刚开播。播什么播？嘿，人家的柿子你有什么好播的啊？你自己的鸭你不回来卖，你不回来播，这个鸭又不能在网上卖，你怎么知道不能？啊，太麻烦了，这个柿饼不一样啊，甜甜糯糯的，来尝尝。哦，我不尝，我跟你说，马上给我下播去喂鸭。等一下嘛，等什么时候去？一天到晚的要你去喂个猪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什么等啊？啊，这么好等的？好，等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还跟人家卖柿子不？我看你头脑真的进水了。这柿饼，还跟人家卖这个柿饼哦。怕什么有钱？有什么钱？他给你多少分红？啊？我不告诉你，不告诉我肯定是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有的，他叫我帮他卖出去，现在。他在里面每天都摘几百斤几百斤上千斤，忙不过来啦。你跟他有什么是什么关系啊？你跟他卖什么柿子啊？他卖不卖得出去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跟你说最有关系的就是我家的鸭猪，跟你最有关系咯，懂了没有？好，今天下单，明天发货，明天统一发货。来跟我的粉丝互动一下。这个是我大姐，是啊，她平时很松的，没事。你怎么讲这种话呢？啊，怎么叫平时我很松？我很松吗？我叫你到底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一斤来有8到9个，看大小。好感谢上单的朋友。好什么好，你赶快跟我下播去喂猪，懂了没有？是的，这个就是那个，你先听我说，我都不知道那个小勇给你灌什么迷魂汤，去桂林我都不说了，还现在回到青州了还惦记那个小勇这个柿饼，还要跟他下播，还要跟他开播。你跟他开什么播吧，他卖不出去关你什么事呢？如果是我一个卖不出去才更好，卖不出去就没钱啦。那他给你多少钱呢？哎呀，这个你不懂了，我卖出去就给我钱了他。那你卖多少了？现在刚刚开播卖了几十单了。哎，都是怪你来这里我人气都煞了。那是你的事，真的是感谢下单的朋友啊，今天下单明天发货。对，又甜又糯，这个赶紧去喂猪。我不跟你说这些，跟你说现在啊，我的猪饿了。没事，里面还有一箱，拿了好几箱回来，等上拿点给大嫂。啊，感谢下单的朋友，快点啦！要播到什么时候去？这太阳都下山了，那个猪都饿了。你先去喂。今天我跟小勇卖柿饼，快点，快点啊！见没有？先播上。哦，现在都是人
的时候，不，之前到了。哎呀呀呀呀！拿回来，拿回来，拿回来！哎，大姐，哎呀，这个小勇啊，叫我跟他直播卖货，把这个柿饼寄给我。我姐啊，又说我在家里面不喂猪不喂鸭，说我回来了就算了，还要帮这个小勇喂那个卖这个柿饼，搞得我两头难啊！我不帮他卖嘛，小勇在又太多了，卖不出去。我帮他卖嘛，我姐又在说我，哎呀，不播了，不播，下播了，下播了，哎呀，才卖了几十单，哎呀，真的是，我本来想着能搞多一点，能卖个几百单来帮小勇分担一下嘞，哎呀，真的是播一下也不行，哎呀，我不是为了帮那个小勇负担一下吗？不然的话，他这么多柿子卖的何年满意啊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哎呀，真的是气死了，喂猪了。